各位钓友大家好，最近前阵子很多人找这种复合式亮片，我们终于把它进回来了。这个啊，它怎么使用？它有些还是钓什么的？有些人呢、他拿去钓淡水黑鲈，正常正规啦，拿去钓淡水黑鲈。可是它其实不止只有钓黑鲈而已，它要钓钩呆，还是要钓海水、钓海鲈也可以。好，然后总共有七个款式。好，我一个一个拿给大家看。这是第一种，这是复合式亮片。好，澳门的别针就扣在这里。好，它后面上面还有加两个旋转亮片，这种，这是第一种。好，然后它的克数有五克、七克、十克、十四克。好，那这些数量都不多，要的可以直接赶快来。然后这是第二款，好，它是这里身体下面有加亮片的。好，这个克数是七克、十克、十四克，它有两个颜色，蓝色跟红色。这是第二种，然后第三种就是这个啊，有时候我们要钓淡水啊，跑草、跑障碍区，这个非常适合，因为它上面有附这个，它会挡住，比较不会挂底，也比较不会勾到人。这一样是蓝色跟红色，然后一样七克、十克、十四克，这有两款，然后三个克数，然后第三款就是这个。它前面有加一个挡片的，这个在拉的时候啊，这挡片会拍，也会有水波、然后它也会反光，这还有这一款，这个是紫色的，比较特别颜色，一样七克、十克、十四克，两个颜色，红色跟紫色，这些啊，甚至于万抛白带，挑十四克，挑重一点的，有时候白带吃比较苦，也可以用，反正这一支均价都180，要的可以赶快，谢谢。